bridge. Thank you.
观众。
可以做到任何事。你要好好看着我吗？Cronia, 抵达战场。Hacker sign. 嘣！享受剑心之道吧。三尺之水，堪可结云。用户指令已收到。Fire！ 目标锁定。全武装展开，这时候露出真本事了。三尺之水，堪可结云。行随意动，用户指令已收到。Switch engine drive. Shift up. 1, 2, 3. 可结云，突破战场，发呀，发呀，发呀！Thank you.
抵达战场。 Thank you.
想到能在这里碰见其他被困的人，看来上天也不忍心看到一位伟大的演出家葬身孤岛呀。你是？哎呀，这位观众，好歹我们也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那么久，你竟然不认识我，多关心一下你的同居伙伴吧。这是维尔威，是一位魔术师，虽然也是黄金庭院的住客，但却是闭门不出三人组之一，所以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他。我猜你们也被困在这个洞窟里了，对吗？是的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不用担心，早在你们到来之前，我就已经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了一条可以出去的密道。哎，密道？哎，真的吗？当然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跟我来吧。
凯文，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？赢。这位就是凯文了，一位普普通通的 IT 青年，在普普通通的工作中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。经过苏的介绍，如今也是黄金庭院的住客之一。凯文，你没事吧？穿着泳装坐在冰块里是会感冒的。总之，先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洞窟吧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为什么呀？凯文，难道说你的课题是……站住了。啊？站住了。哎。后背、手肘，还有，总之，全部都站住了。有劳了。失望了。小心，天上要掉猫喽！
小师傅。敌人我没有，我可是最强巫女的。
Thank you.
舰长完成了本周的工作，辛苦了。找到你了，希尔。又是普罗尼亚姐姐赢了呢。